有点像小龙虾。懒得这么买的，今天晒的怎么？哦，雨水是吗？我的一瓶水。哦 ，there's a baby mudskipper。你们两个都喝水。那就好。mudskipper。每一个人背一个小篮子，走在这个小海、小湖边捡螃蟹，还不错。一个人背一个小面、小筐子在后面。捡一个扔一个，怎么感觉？有时候拖得太近了会那个会护哎。What? No, you just have to don't move.、我就觉得有时候拖得太近了老是不练。That's because you're not using it right.